传递正能量，梦想会飞翔。大家好，欢迎来到主力逻辑栏目。现在是2022年2月8号，今天下午已经收盘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放战歌了。今天市场没有大涨，但是为什么放战歌了？因为今天市场出现了几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已经一步步的要去验证我们之前一直坚持的鹰眼逻辑，那就是 A 股新的行情必然诞生于主板低位蓝筹方向，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A 股财富第三部曲。虽然说时间跨度比较长，但是最起码整个市场的走势是向我们这个方向来进发的，尤其是在市场出现了一个整体性调整，绝大多数题材也好，高位品种也好，大幅度下跌的背景当中，而我们坚定的主板低位蓝筹方向却开始真正展现出他们真正的实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放战歌的原因。那么今天收盘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上涨了 0.67%， 貌似看起来不多，但是实质上是验证了我们今天中午主力逻辑所强调的，今天下午大概率要出现一个V 型走势。那么这个 V 型走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好。那么我们今天中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在于今天上午宁德时代携手贵州茅台做空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北向资金并没有太大的动作，仅仅是发生了一个错峰的逻辑，也就是沪股通方向继续买进，而深股通方向继续卖出。那么这个错峰逻辑的背后，我们也一再强调，沪股通方向剑指的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字头、大金融等主板低位蓝筹方向。这一个方向的上涨，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并且也给出了很多的剧本，但是所有的剧本都是指向于 A 股接下来要有行情的必经之路就是主板低位蓝筹。比如说在去年1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指出宁德时代高位调入沪深300指数意欲何为，这是为后续的主板蓝筹大金融板块上涨奠定基础的。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大金融并没有说有特别强势的上涨，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这一波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大金融明显是一个避风港。还有就是中字头蓝筹这一个系列现在已经是很多品种逆势创出了新高。那么我们今天战歌给的是对于整体方向已经逐步越来越清晰了。当然我们在坚持这一个整体方向的过程当中，中途有太多的人跑过来质疑了，没有关系的。就相当于近期我一直在谈到利弗莫，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人类历史上做整个交易操盘手最强的存在。那么他说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性的弱点，他其实给出几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这个市场当中绝大多数人是不适合玩股票的。为什么？第一，他没有一个对经济学政治学的认知，那么没有这两个作为认知的基础就来玩股票，他看不懂市场的内在，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我们要知道眼前能看到的东西是绝大多数散户投资者都能看到的东西，那么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往往这里面它就是会有陷阱的。比如说很多的一些题材拉高之后，你看到涨得很好，技术形态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它要么就是请君入瓮让你进去接盘的，要么就是来比拼谁的手速更快，看看能不能在最终的时候能够出逃成功。大致就是往这些方向去想，你就弄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去做一些短线题材的时候最终发现是不挣钱的。所以说很多人不适合玩股票，一个是认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性格的问题。他的性格如果说没有超强的忍耐力，因为炒股你想在与几亿的人当中去进行一个博弈，那么这个博弈把人性的弱点放大了之后，你如果说没有超强的性格特征，比如说有极好的忍耐力，然后能够看清市场的方向，
这些特征你不具备在这个市场当中，那么你只能是别人的羔羊。那么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在这个市场当中啊，绝大多数人他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盈利体系的。什么叫做标准的盈利体系？就比如说很多人玩股票他是很随性的，看到这个热点涨或者看到别人推荐的就买这个股票，买的时候不想一想为什么买这个股票，可能他的预期是这个股票涨个五个点十个点我就走，哎，结果预期没兑现下跌了，那么他又变成了持续的拿着了。买之前没有多想一想为什么要买，也没有设定好接下来发生变化我该怎么办，这是对于买股票的逻辑。好了，那么对于整个盈利的逻辑来说呢，它就更加缺乏了。很多时候买进股票很随意，那么卖出也很随意。比如说做短线的时候做到一些品种挣了钱了，很高兴啊，觉得我很厉害，但是过一阵子他会发现这个钱又还给市场了，如此反反复复几年时间过去了，折腾来折腾去从来没见他的股票账户资金是有递增的。那么怎么样才能把你的资金递增呢？有一种方式也是绝大多数人验证成功过的，当然是极少数人，那就是认准一个方向，在它低位的时候埋伏在里面，然后能够长期煎熬住，等到它表现之后涨了一波，然后出来换另外一个在低位的阶段的品种，然后如此循环反复，把这个时间维度放长一点，你会发现资产在不断的递增。那么其实我们讲这些点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之前为什么一直要去坚持主板低位蓝筹方向，分析过很清楚了。因为 A 股接下来要往上走，要符合慢牛的行情或者说是结构性的行情，其他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涨了，包括年前的什么中药啊，什么题材数字经济涨一下，那一些都是昙花一现，都是靠博弈的，你博弈的好能挣到钱，博弈不好可能很快就亏下去了。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上证指数方向，上证指数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很多人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探底回升？希望的是出现一个跌破3350点这一个低点的探底回升。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那么市场大概率走是什么？向上走，然后向下回一下再上去啊，大致是这么画的。但是今天呢，它就一步到位了，向下探一下就上去。我相信今天这个向下探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市场要继续跌的是不会买的，那么他们一直希望市场能再创个新低再进去。那么在这种背景当中我们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我们昨天告诉大家的节前挖坑节后反攻，而这个反攻就会快速涨，一直涨到你相信它真的要大涨为止，然后才会进场。那么绝大多数人他就会在什么时候？在市场不断上升之后，那么在这个节前两天割肉的人，我相信一定会在市场不断上涨之后，尤其是突破3500点之后实在熬不住了，可能会再做进场。那么对于短线交易而言，我们昨天讲了我们要进行观察短线交易，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一个短线的技术指标它去重新站上十均线，然后市场出现拐头向上，这是从技术面形态来分析的。但从交易层面分析，我们昨天就告诉大家了，应该拿出2到3成的仓位去建仓主板低位蓝筹，尤其是大金融方向、券商方向、中字头方向、大基建方向，昨天是不是这么告诉你们的？那么对于中线级别方向我们又讲了，那么就根本性的忽略目前指数的调整。因为中线级别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做大盘指数，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个方向，是做一个板块，而这个板块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中字头蓝筹跟大金融板块方向，而这个方向也是今年一季度最佳的一个窗口期。在节前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节后目前这个阶段是属于2022年虎年的最佳窗口期，因为本身市场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撤，并且在整个周线级别当中它已经是再度回撤到了市场当中的一个下轨方向。那么在这个下轨方向的时候，你不去把握时机，你什么时候把握时机？我们讲利弗莫尔讲到的最低阻力位，什么叫做最低阻力位？接近长期箱体下轨就是最低的阻力位，不跌破。那么还有一个阻力位我们昨天也讲到了，那就是突破箱体上轨的时候它的阻力位也会变少了，因为整个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绝大多数人跌的时候就看跌，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看跌 A 股市场，而完全忽略了我刚才强调的
你想炒股挣钱，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认知，这个认知是对经济学、宏观政治学要有一定的理解。如果说你不能把这个点理解透彻，那么你对于长期市场的变化你是没有判断力的。利弗莫尔之前经常讲要用望远镜交易，巴菲特也讲要用望远镜交易。什么叫做望远镜交易？就是你有这个预判能力，用一个望远镜去看到前方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当然我看到了，我告诉大家了，绝大多数人也不相信的。为什么？这是由每一个人的认知决定的。我们在之前就告诉大家，我们说 A 股未来能有机会的地方，稳健机会的地方，它是在主板地位蓝筹。我们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其实你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你进入到了中字头蓝筹，包括银行这些体系里面，到现在为止就看个股的表现了。表现好的已经创新高，表现不好的最起码也躲过了这一次的大跌。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真相，用望远镜去交易。望远镜交易，你比别人先一步看到了机会，然后埋仓在这里面，趴在地上等待就好了。那么讲到这个等待啊，那么我们再来讲刚才大盘指数里面我们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中线级别做波段，我们就忽略了大盘指数了。你坚定主板地位方向，大盘涨上去可能再度涨到3700的时候，你的获利已经非常好了。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中字头蓝筹，中字头蓝筹方向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品种中国交建，并不是说中国交建它今天涨得好我来说它，因为在最近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像中国中铁这些品种已经率先创了新高，接下来中国交建也一定会创新高的。我也非常的真实的告诉大家，很多人可能在这个点位进入了，在这个点位进入了，在这个点位进入，在这里点位都有介入，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点位进入的时候，在这一波调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一个调整它只是一个时间，只要你不去动，它亏的是时间。如果能在这个低位进入就更好了。那么我的这一些客户朋友里面呢，有在这里进入的，大致这个阶段8.7块左右的，有在这个阶段进入的，也有在这个阶段进入，也有这个阶段进入的。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进入的，目前来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旦继续涨了之后效果就会明显。因为你无论哪一个点位进入，最起码目前都是较好的获利了。然后今天呢，我就对我这些朋友说了，我说之前就告诉你们，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看中国交建去创出一个新高，那么到新高的时候再来检验一下你们持股的耐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认真听我的这一个观点的，一直持有的，极少数的应该只有那么一两个吧，消失了，不回应了。那意味着我估计啊，就在这个手的中途当中肯定是已经走了。那么走了之后，无论他去交易什么类型的品种，在目前的 A 股状态下，我敢肯定绝对没有持有这个品种更好。原因很简单，首先这个市场 A 股这个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难交易的市场，你如果说都看不懂，为什么要去拿着交建类型的中字头蓝筹的这个认知，以你这种状态去交易其他的品种，去追涨热点等等之类的，不亏死才怪。这就是我们讲对市场当中，一方面用望远镜去看准了交易，另外一方面看准了方向你得去重仓交易。对于这种主板低位蓝筹方向，如果说你是以这种小仓位交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等到它机会到来的时候，结果你才占有1/10、1/10、1/3的仓位，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除了中国交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建也将去创出新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建筑也将是新高了，中国铁建也向新高进发，中国中铁。那么在今天中国交建创出新高之后，我相信其他的一些中字头的低估值的品种也将会继续向上涨。除了中字头目前是率先上涨的，那么我们主力逻辑还重点讲到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大金融板块。那么大金融板块当中呢，目前证券板块表现和银行板块表现我们都来做个分析。银行板块只要你是在去年四季度11月份开始重点听我们的观点进入，到目前为止无论哪一个银行都是挣钱的，挣多挣少为止啊。很多人不想赚银行的这么一点点钱啊，认为这个上涨幅度太少了，只有10%几，想去挣快钱。那么我相信从去年四季到现在为止，想挣快钱的人估计平均亏个20-30个点是很正常的，但是耐心去挣慢钱的人，那么银行估计挣个10个点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银行板块今天是再度突破了这个年线，我们之前就讲过银行这一波的上涨啊，它将会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一个主板低位蓝筹方向第三部曲的主升浪的行情。所以说第一个目标它是要去突破1000点，然后再去突破在去年应该是在前年七月份那一波的1086点的这个高点。很多人一方面不愿意相信 A 股现在走的是结构性的慢牛上涨的机会，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告诉大家目前 A 股的行情它跟之前的牛市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你仅仅只是把整个市场把目前的日线级别图换成周线级别图，你会发现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板块轮动的上涨，只不过目前没有以前牛市那么强势，因为目前为了维持慢涨，它是一个板块崛起，其他板块回落，新的板块崛起，前面的板块就开始回落，它仅仅是这么一个逻辑。那这种逻辑当中，你就更应该要去找准方向，找准机会，然后耐心的等待。那么证券板块呢，今天是上涨了 2.26%， 这个阳线已经不错了，把前面三天的调整，也就是节前杀跌最厉害的两天，包括昨天的调整，全部给收复回来了，也就是一根阳线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节前讲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券商。我这个人啊也是非常的坚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股市当中做了18-19年，那么在这里面我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情，股债也好，也看过各种各样的书，也总结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经验。那么我只认准一点，当我用望远镜看到机会的时候，我不管你怎么去说，我一定会去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利用这一套我的原则，我是在市场挣到钱的，我为什么会受你的影响？你在这个市场当中跳来跳去永远都挣不到钱，你还能影响我的观点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我自己不违背我自己的原则，在这个市场当中我还没有失败过，每次失败一定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就比如说我讲坚持主板低位蓝筹，哎，结果我放弃了主板低位蓝筹，我要去追涨啊，什么之前的这一些数字经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中药啊，那么我就完蛋了，那很有可能就要亏钱了。但是非常好，我是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原则的。证券今天虽然说只涨了一点点，并不值得特别的高兴，但是我能够去感受到它接下来的能量，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也就是说逻辑证券远比我们目前看到它涨跌要重要的多，因为只要你印证了你的逻辑是正确的，后续你才有可能去不断的盈利，把你的财富不断的做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证券板块，在讲逻辑当中啊，我们实战直播昨天核心发布的是中字头券商，今天核心发布的依然是券商方向以及大基建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发布券商当中这一系列品种，华林到国海这一系列的品种，因为我都是有编排的啊，这个编排是按照每一个板块不一样的。那么这里面核心点我们就讲出了，抓住 A 股的主题方向，券商逢低时机应坚定。券商方向由于宁德时代大跌带动了相对高位的财富管理方向要落实，因为这个方向在去年的时候都有涨过相对高位，而相对低位的券商则迎来时机，比如华字头、国字头。那么华字头华兴股份在早盘的时候是领涨的，继续关注活跃品种华林证券，然后像华安、华西、华创、阳安等等也都是同步的。那么国字头方向呢，国海当时领涨，关注前期活跃品种国联。所以说核心点是什么？两个活跃的品种，一个是华林，一个是国联，然后再是其他。那么当时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无论是华林也好绿盘的，还是国联也好，都是绿盘的，也就是说在今天上午券商没有启动之前他们都是绿盘的。但是到了收盘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证券板块这些品种的一些变化，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之前弱势的品种结果一下子转变为强势的，像这个国联证券直线拉板了，华林证券也是直线拉升了，这就表明目前整个市场的状态资金都是在倾向于这个点。所以今天我就来放战歌了，放战歌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逻辑证券了，逻辑证券坚持下去才能够真正
赢得财富。当然在这里我再度跟很多的韭菜散户朋友们再说一句，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去推荐我的逻辑，也不去推荐券商，每一个人的交易将以自己的思维点做着陆点，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在这里要强调为什么，因为我也怕了这个市场当中这么多的人跟我的思维不同步的啊，涨上去的时候就说啊老师好厉害好牛，一调整说啊老师你这个就是分析的一坨屎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在这里没有任何推荐的意思，我只是分析我的观点，你认可了那么你就点个赞，你不认可了那么你就忽略掉去听其他的就 OK 了。好，这是我们对于券商跟中字头方向的整体的一个分析。那么对于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才能更好的去进行盈利呢，其实很多的点它都已经出来了。就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品种，出现了这一个连续的突破了我的预警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时候像这个指南针突破预警42，包括国联证券16块，这些都是属于活跃类型的品种，因为这种类型的品种都是以我的交易为准绳的。那么这种品种的话一旦突破之后，往往意味着它已经开始上涨了。那么像指南针今天出现一个大涨，这是一个比较偏门的品种啊，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当然它是做炒股软件的。那么这一波呢能够上涨还有个核心的点，它就要去重组网信证券。今天我在实战直播当中也重点去讲到了这个方向，之前也都去讲到。那么指南针的上涨呢，一方面涉券商概念，另外一方面是炒股软件，只要整个券商方向上行，那么炒股软件方向基本上也是有带动的逻辑的。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券商当中这段时间表现比较弱的，像这一个广发呀、长城啊等等这一系列，值不值得担心呢？之前我就讲过，昨天我还给粉丝留言，我留过，我说广发易方达发生变化了吗？依然是国内的 number one。 广发基金发生变化了吗？没有，还是国内的前三甲。拥有这么两个大型的公募基金，在中国整个未来财富向这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阶段，它的基本面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股价出现的调整，这是受到市场各种各样情绪的压制的，这个只能是短期的一个因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券商，一根阳线收复了前面的调整，那么接下来这种类型的财富管理的方向也是一样的逻辑，市场逆转上去之后，券商要涨，一开始低位的品种上涨，但最终它涨着涨着还是要去看到底谁的质地更优良，谁才会涨得更好，永远都是往这种思维去。就比如说我们讲整个之前去年锂电方向涨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一些超跌的品种涨，涨着涨着最终发现哎呀谁涨得更强啊，质地优良的品种会涨得更强。所以呢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逻辑也就越来越清晰了。那么对于大盘指数呢，无论是短线中线我们也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了，短线如何中线如何啊，这也是为了迎合我们所有的这些投资朋友啊，也很多人也都建议我说要去讲讲短线。短线上，短线今天这个逆转之后呢，那么我们要再去讲一下昨天我们讲的是可以在今天二至三成仓位去做主板低位蓝筹方向。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呢仓位可以加仓到五成仓以上的短线，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逆转虽然说没有站上整个十均线，但是整个市场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因为今天这个上涨也是出现放量的，那么再加的仓位可以适当性的去参考一些大基建的方向，因为今天市场当中大基建很多品种依然是属于连续涨停的，这一个方向会是主力资金继续挖掘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基建方向当然也包括中字头啊，还有就是券商方向，它向来的品种都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热点解析再见。